摄像准备好，道具准备好，演员就位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观影体验，请大家在开场前将手机调为静音状态。观影过程中请保持屏幕干燥，不要过于激动，做出不妥当的行为，以免影响观影效果。离开影院时请检查好随身物品，但是要留下。